再也不要遇见他了。好久没有尝到这种压力了，吓死宝宝了。大家团结是最重要的，逃生的本能。哎呦，还有一男生。哎，敢问秀才，你们是哪个朝代啊？什么朝代啊？范大人。你媳妇出事了，多谢各位鼎力相救，只剩我等一拜。帮忙推下走城车，抵御大劫，不然全家都会受遭殃的。正在按照计划推进实验，密切观察他们的行动。别忘了，我们实验的目的是要观察地球人正能量的储备。